明明已经有逆天的运气，往上走还有点麻烦，主要鹰眼来了，让塞尔比深陷这样的袋口陷阱。 这球还真有点挂带脚，只要稍稍防守不到位，也就是说黑球的下半部分被带脚挡住了，打不到，也就是说没法沉底。擅长进攻的波斯王子瓦菲就可以发动狂风暴雨般的进攻。你现在如果说考虑用咖啡球，用咖啡球把白球放到绿球上方，这应该是可以操作的。但作为一代防守大师，塞尔比魔王本色发挥之后琢磨了好久，给出了一杆中规中矩的解球。此时的瓦菲有两个选择，一，果断发起进攻尝试搏一把，二，继续与塞尔比比拼耐心。但说实话，这都已经是决胜局了，没必要自我作死，掉入塞尔比的防守陷阱。其实按道理这个，因为它是全球转播嘛，用鹰眼了，鹰眼的这个实用性还是挺不错的，跟着别人擅长的节奏走，无疑就把自己的小命交别人手里，应该是还是沉底。可是瓦菲还是非要作死啊，真的没见过这样的，居然还有谜一样的自信，相信自己比拼防守能斗得过赛大师。比赛打到这么晚时间的也有啊，就是也就相当于英国当地时间的比赛节奏，就一点点掉入塞尔比的熟悉范畴。因为鹰眼是我们公司的，然后用鹰眼是要付费的，但应该不太便宜吧，像三大赛起码还是要用的。这无疑是正中魔王下怀啊。对，瑞盖公司，瑞盖科技。果然逆天难度的一杆来了，鹰眼很强，也就是说通没有好的线路了，他左边没线路，右边是打不出线路的。瓦菲运气不错，总算没直接漏球。可实际上还是被动了，塞尔比继续上难度。其实现在右边的线路还是比较的清楚，瓦菲现在彻底没有进攻的信心了，继续防。就是现在已经他已经不敢往回打了，塞尔比那就拿，还是没漏，但依然很被动，塞尔比的防守选择很多，果然更难了。只是说因为白球跟红的控制不好说，而瓦菲也一点点遵照他的想法掉入陷阱。他怕这个红球下来，所以他打得比较薄。俄罗斯的足球也在用，重带漏球了，塞尔比顺势获得开火权。哇！轻松发起一波攻城略地。两人都晋级，那比谁涨？现场说是988观众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18。那个品牌名好记，有他的品牌名。黑球低杆上去，黑球正上方可以接。观众不一定，主要的过12点，裁判的报分报的是单杆的分数，登起来就行。白球左下方这个角度现在因为是向上，那也行。中低杆上去可以做粉球，低杆一步可以做篮球。他想，主播是黑八。14。现在这个红球的调整应该是调的太大了，单杆连拿67分。但正当所有人以为比赛要结束的时候，打进这个61，这是16进8。
超分之后的塞大师又给机会了。下一步塞把这个优势转化成，这种时候瓦菲挺绝望的，相信。但瓦菲似乎无心恋战，走走形式的一杆之后又把自个卖了，防得不好，16进8。当看到塞尔比打进这红球后，瓦菲也直接认输了。Mark Sharpie and the Mets.